松柔缓筋，清灵圆活，调理脏腑，疏通经络。陈氏太极第十九代传人为您独家传授太极养生的奥秘，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健康之路节目，这不前两天已经跟我们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卢春老师学了两天了嘛，偷偷在底下呀跟卢老师又偷学了一招，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想不想看？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卢春老师，请上台来，欢迎卢老师。你看人这范儿，卢老师，刚才我打你两招，您在后面看，你觉得怎么样？一定要收好。有点意思。应该说太极拳呢，它既简单又复杂。嗯。它既适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适合专业人士。嗯。因为它有深奥的道理。有简单的、深入浅出的一些功法，它是创始之人就是张三丰，那个通过蛇雀之争，看见蛇跟雀呢俩人在争斗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非常的这个精奥的这么几个字，叫鹏驴几岸，才列肘靠，进退顾判定。嗯，它里边非常浅显易懂，简单简明扼要给提出来。嗯，整个把太极拳都给包括了。就我刚才那叫什么来着？那是叫云手是吗？对，云手。在整个的这个太极拳当中，咱们看到的是动作最多的，同时也是最经典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它里边包含着刚才说的，阴和阳，动和静。嗯。十三式里边的进退顾判定。嗯。你看它一边有打的动作，就往前推，往前挤，你看鹏驴几岸，它都包括了。然后它有判，这个叫判，啊，你看动，它都有在这里边，都包含在其中，而且它这种，运气、背脚，你看步法、手法、身法，全都在里边包含的。太极拳无处不体会着中，每一个动作呢，它叫无不过而无不及，它没有达不到的，但是呢，它不能说这过了，啊，它还不。这正是中国讲究的这个中庸中和的一种。中庸中和，嗯，我们每一个动作做的时候呢，你看它腰腿腕胯膝，它都得到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呢，它得到一个协调，啊，所以这个外动呢跟内动呢达到一个整体的和谐。这个因为云手呢，它是一种圆的运动，而且圆当中呢带着缠丝，在缠丝当中呢，它又出现了一个。你看手部的这个太极图和整体的，你看一个太极图，这样运转呢，它对我们的脾胃、对我们的腰胯，还对这个经络的疏通呢，也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那我们先请卢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哈，给我们展示这么一段精彩的云手的表演。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四个养生的太极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单臂云手可以起到整体的协调，达到一个这个内脏的梳理和调打。嗯，它同时呢可以在活动当中呢，使你的肩肘，使你的这个肘腕，都能得到一种濡养气的濡养。嗯，因为现在科学研究呢，就是慢练能使我们的这个润滑液能够增加，但是快练。它能使你耗损这个润滑液，它能使人呢，得一种病，比如说网球肘，比如说肩周炎，它都是由于运动量过大，
用量过大以后呢，它的润滑液它跟不上了。就好比说我们这个汽车加油，你轰的油太大了，就过了也不行，但你给小了也不行，所以比较合适，这还是中国的这个中庸。好，那我们请卢老师到台前来教给我们大家这个简单的叫单臂云手哈。嗯，王老师，要不然您先上来学一学啊。对，我先做起势，做三遍起势。做三遍。三遍起势呢，让身体能够放松下来，整个的肌肉呢不是很僵硬，让它能够基本上放松，思想能清静下来，这个气呢能够调达，然后再开始做动作。做动作的时候呢，两脚比过去的脚要宽一些，加大，变成大马步，哎，然后小马步蹲住，对，老年人呢可以高一点，年轻的呢可以低一点，对，然后一个手叉腰，可以先做左手，也可以先做右手，对，一只手先从一侧推过来，对，然后旋转，用腰带臂，对，还有挤压的作用，对，拧转旋挤，对，对，王老师做的挺好的。王老师都练了20来年的太极拳了。对，我这个不标准，得跟拉过来。对，有后靠的意思，对，它微靠，但是不能过，对。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脚呢不能超过脚尖儿，对，拉过来。这个单臂的动作呢，一般来说，我们要是为了练功，就按时间算，这样蹲差不多20分钟到半小时。就练要是一条手臂吗？对，假如说要是我们就为了锻炼身体，为了把这动作做好了，你就可以数数，练上9遍，或者是10几遍就可以了。我们就练6遍吧。啊，我怎么看林好都像跳舞一样，不像打太极拳的样子。这个是不是如果要是俩手一块儿这样再动起来的话，那个效果会更好？这个叫单臂云手，叫单臂云手。然后俩手动呢，它就是双臂云手，你加一个手就双臂云手了，是吧？你看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在空中画一个这么立着的一个太极图。你看，它画一个立着太极图，它是在运动当中的一个太极阴阳鱼，是不是？哎，这个感觉好像对，能感觉手心里边的那个场，场感吧，是叫场感。对，气场啊，气场，这个气场会明显一些，双手云更好。对，你自己身体要协调，又特别的舒服，最后打完了更舒服。对，你练的时候你就要体会，古人说面前无人似有人，你面前没有人，但是你要好像前面有一个人，哎，面前你在获了这个气，在空气当中获了这个气。好像在空气当中游泳似的，这种感觉会出现这种气的感觉，往你练就有意思了，越练有意思了。两个手心之间是有特别明显对那个吴老师说的那个，它是一个太极图阴阳鱼，是这样的啊。哎，阴阳鱼，其实你这一走，你都是画在这个阴阳鱼上的，对，是吧？您正好这走，对，就是正好这个图。嗯，而且这样打下来之后，真的是特别的舒服，我都热了。感谢卢老师，您坐下先休息一会儿，卢老师啊，来，王老师也先回到座位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再教大家3个太极的养生动作。我们先来说说第2个养生动作是什么呢？环形收缩。环形收缩，它可以打通任督二脉，因为它这个动作呢是一个旋转和督脉的这种运行，身体的运行。所以说我们练这功法呢，它也通督脉，也通膀胱经。膀胱经有些这个病人呢，他是膀胱经虚，他就会尿频。也是会出现，抑郁啊，睡眠不好啊，这个人呢容易急躁啊。你比如说有些老年人，这个腿沉，腿痛，其实他也是膀胱经不通。你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小腿肚子也是特别沉，哎，就是腿肚子那么沉呢，就是阳气不上升，阳气不升，膀胱经不通。有膀胱经不通的一面。假如说经常的练这个呢，他会
把膀胱经打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关键的哈，这是从头顶一直到脚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我们还是请卢老师到台前来，来，这回让林好来学习一下啊。无限极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松柔缓筋，清灵元活，调理脏腑，疏通经络。陈氏太极第十九代传人为您独家传授太极养生的奥秘，精彩内容敬请关注。这里是由无限极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我们还是请卢老师到台前来，来，这回让林好来学习一下啊。先做起势，先做起势的动作。对，我们做起势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感觉自然的就会深呼吸，那么你就随着自己的这种意识去深呼吸。假如你不想深呼吸，它可能自己就会调节了。对，其实它是一自然的调节。我舌头抵住上膛，全身放松，动作要匀长细慢。对，气沉到丹田以后，把浊气排出，然后迈出左脚，先从左到右。这手你看，这手放到腰间，对，然后手像抱一个球似的，往前伸出去，然后拉回来，拉回来，身体微微有点旋转，对，再伸出去。它既有伸展、收缩，然后练气，这个弓步和马步，这个腿的蹬踹。啊，都有了，但后脚跟呢不要起来，身体也不要往前太倾，对，始终保持一个似前非前、似后非后那个一个中的位置。你看，这时候也是在中的位置，但是不失中，哎，拉回来，身体旋转，这样做六遍。你看，这样就是前后的这个步子，腿也练了，是吧？你这样走的时候呢，这个脉就练了，这样牵拉你的这个膀胱经。和督脉，你看，我意识呢就好像想着一口气，一团气，从手上到地底下，然后从这个脚底下，涌泉穴，对，通过你的这个后腿，通过尾中，承山尾中，这样上来一直到大椎，对，来再回去，对，意识一定要深远，这手呢好像抱着一个球，做正的完了以后做反。这儿稍微提一下气，提一下肛门，然后一松，再做反。反的时候呢，腰你看，身体身形往反了走，然后再拉回来。对，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就有个老年人跟我说，说我练套路呢，现在基本上也高着练，有没有简单的动作？我们你看，你要做这个，老年人做一些这样的动作，不是很复杂，他也能学得会。那么我们就跟着电视学就可以，就能学会，而且对身体、对腿、对我们的腰、对胯，你看都有好处，是吧？这样活动活动，这样不是很大的运动，你看非常非常缓慢，而且呢，它不用你去记很复杂的动作，对，这样做六次。哦，这样打到这一会儿，我现在感觉到面前这个球形成了。对，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个圆球，现在感觉到面前圆球形成了。而且手呢也会有气的感觉，把脚收回来，然后就收工。这应该是两边都来做，是吗？对，交替。这个先做一边的收工，做收三遍，收完以后呢，先不大收工，收三遍。假如你时间。不够可以收快一点，然后再做右侧，右腿伸出，对，两手提起，眼睛平视，对，这样。卢老师就是每做完一边都要做一个收势，然后再都要做收势，另外一边。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吗？就是你不收势等于白练。就它不像那个其他的动作，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做，然后统一做一个收势。对，也可以，你也可以统一做一收势，也可以。单独收拾，单独收拾的好处呢，就是在收拾的同时，也进行了练气了。我们做六遍，往反。它是符合太极拳的这种理论，在攻的同时呢，往前攻的时候呢，它要往后撤的意识，你不能完全是往前。这就是体操跟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体操，它没有它讲的是美，没有余地它讲的是美，对，它不留余地。
西方的这种文化比较多，我们这个东方文化比较多，它叫御前先后，御左先右，手中就是带中，我带中呢就是有一个前后的一个意识，不能光是顾前不顾后，所以它左顾右盼，你看要左顾，要前顾后盼，往前顾是后边要盼的，你就那个叫都要顾着，所以在练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意识，对。好，做完以后，手工。收工的时候呢，思想一定要平静下来。OK， 然后拢气收工，这属于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后的收工，就是大收工，拢气三遍。你拢气呢，你觉得哎这个气都满了，会有这种装满的感觉。对，然后两手交叉，一手丹田，全身放松，大约这样放松5分钟，一手丹田，然后搓搓手。搓搓脸就可以了。嗯，来单梳头，环形伸缩。嗯，好，谢谢卢老师，辛苦。我一开始我就说，我从来没有学过太极，我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锻炼的基础，但我真的感觉，你可以，林浩，你可以摸我的后背，就是这个位置，嗯，你能感觉到热吗？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啊，还真是特别，这个地方就会特别热。我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没觉得自己使多大的力气，就是跟着老师一遍一遍的这样在做，但真的就感觉到后背这一条是热了。大家有感觉到后背发热吗？有跟我同样感觉的，请举手示意我。那你看，这练武奇才不止我一个人哈，我们这边还有3、4位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明督脉有感受了。我们中医呢讲究就是人要有知觉，就是你要感知。咱们举个例子，就是有的人大悲的时候，或者是有的人他经过大的磨难，他不会哭了，会不会？会，有的时候他就不会哭了，不会哭说明他没有感知了。有人麻木到什么程度啊？他摸着这个烫的东西，他可能都不知道，手都灼伤了、烫伤了，他才哦烫了，就木了。还有人病都不行了，他不知道病了，你得去检查。其实自身就知道自己你有什么病，啊，那时候你实在特别难受的时候，你稍微有难受就知道了，你可以去检查嘛。有的人是，一检查出来已经有病了，就是已经到好多病都到晚期了，他说明他没有感知了，并不是说，这病应该说病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经过一个阶段。正好到了节点以后，已经爆发了，你有感知了。我们练这个传统的东西呢，就是让它很快的有感知。所以说中医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让我们很快能够有感知。太极拳也是，让我们这发现了自己很快的不舒服了，那我们赶紧就去治疗，去做一些相应的手法。对，林浩，你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有没有对太极拳越来越感兴趣了？有，我觉得太极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就是对那么难，我原来觉得一定得要有一个正经的师傅，然后也得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我觉得好多套路是不是得整套练下来才能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但我这几天我发现其实它很简单，就哪怕是一个站桩，我要是认真去做好了，对自己也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对，其实古人也说嘛，说拳打卧牛之地，就是我们打拳就可以在卧牛的这点地儿，就这点地儿就可以了。他不是说拳打非得打一套拳，他可以练内功啊，他可以练像刚才我们练的几个动作，这就可以达到一个练功锻炼调节身心的目的。但是不能到那种特别喧闹的地方去练啊，还是最好找一个安静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地方去练习。尽量就是说，因为因地制宜嘛，我们在城市当中没有特别好的地方，那你就，他说，闹非招式，静非山，就是你在招式里头，你在城市里头，虽然闹，但是你心静了，它也是静。那咱们来看看今天学到的这个第三个招式又是什么呢？我们特别想了解。对，带脉运行。带脉运行。之所以叫带脉，就是说细腰之脉嘛，
它就好比这个我们系腰带，所以它叫系腰。所有的脉络呢，都是这种纵向的啊，然后它会是横向的运行，这样呢，它把所有的脉都给系住了，假如说它不通，其他脉也不太容易通，所以带脉呢是关键的脉，就在腰上的这一圈一个地方，一圈对，我们得的转腰龙，就是带状疱疹。西医叫带状疱疹，俗称转腰龙，它非常痛，它剧痛，它和带脉关系非常大，我们练这功法呢，有预防的这个作用。我知道现在好多肥胖的朋友，大家可以捏一捏自己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赘肉哈，一捏一沓的，我们说带游泳圈出来，对，要做这样的一些运动养生的这种太极动作，会不会把肚子上的赘肉也减一减？这个赘肉呢是也有不通的原因，有些。我们说这肥胖呢，有的是说是油胖，有的是由于运行不好，这个脾的运行不好，说带脉运行不好，它出现了肥胖，因为它水的运分，水分运不出去，它脾虚啊，对，就是脾和气它运化不好，所以带脉呢，它能增加这个脾肾的功能，还有带脉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对这种你说这个腰的赘肉啊，它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一定有效果，那就是又能够缓解腰肌无力疼痛的毛病，同时呢还能缓解一些比如说不通畅经络的一些表现，对，还能够帮助我们减除一些腰部的赘肉，那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棒了。我们还是请卢老师到台前来啊。您好，您好，主动愿意上来学习一下。与前边练功一样，两脚呢与肩同宽，两腿微虚，对，不要站得太紧了，太紧呢也就自己也拘谨，对，然后两肩微松，然后开始起势，舌头抵住上膛，对，意识呢要想着白白的气从头顶上慢慢灌下，然后到身体里边把病气全都给排出去，做三遍，每一遍呢要匀长细慢，对，动作不要出节，不要一节儿一节儿一节儿的，不要这样出节，它都是连贯的，而且匀长细慢。对，好，到下边以后微微提起了一点儿，到我们这个肚脐和你裤腰带的位置，不要太高，基本上到这裤腰带的位置，你想呢，有一汪水，水里边呢有一个球，我们扶着这个水里边球。在运这球，对，这过去我们看小说里说传你一个心法，这就是心法，就是意念。所谓的心法呢，就是有一个假想物和意念，对，推着这个球，但是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想水呢不能想凉水，我们一定想的是什么？是温水，温的水。为什么要想温水啊？我们的意识呢会对人身体起作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叫意识能，所以这个意识能呢，它不能就是给你一个寒的这种寒冷的一个意识，让它讲温温的，对，对身体会有好处，想着温水，在温水里推，对，这时候你身上也会有温暖的感觉，一直到后边，对，眼睛要看着，对，看到后边，对，转过来180度的。这就360度了，从那边转，然后接过来就360度，完全这样侧过来了。对，对，这手呢，这球呢，按着不能跑。对，拉过来，然后拉回来，拉到这儿以后，再做反。我看你脚好像没有动哦。脚是没有大动作。脚不动。脚不会有大动作，对。脚要微微的要调整好，有时候会变，就调整好。对。这样你看做的时候呢，这个肾，就我们的肾就得到按摩了，它有一个按摩的作用，对，然后脾胃，对，还有带脉，它都得了一个濡养和按摩，对，这有通经活络，通带脉，对，它有防病疗疾的作用。哎，罗老师，刚才就说到这个关于腹部的赘肉，如果说想用这个动作来达到一些些减肥的目的，那我是不是要增加一些练习的数量跟力度啊？
可以加一倍的数量，比如我们练九下，那你就乘以二就行了。哦，次数你不要太多。这个中医有句话，我们收工。中医有句话说物无美恶，这事情没有好与坏，过之为灾，你一过了就是灾难了。所以说要适时适事，要合适。对，所以说讲究一个度，讲究一个度，对，不能太过。我刚才在做的时候，不知道这感觉对还是不对，就是我觉得我肚子的这个地方就是像被扎了一样，就是滋，这有一种就像刺麻感，这正常，这可以说是好现象，就有刺痛的感觉是好现象，就是你里边有不通的地方，假如说它长期的不通。这地方正好是妇科的位置嘛，长期的这样呢，腹胀，或者是你会有一种胀痛的感觉，它就会形成积，积就是病嘛。你这样练练呢，通过练功呢，它会通了。通了以后呢，我们就像水流，比如里边有个小石头，没有大水量的时候它冲不动，它老在那动，但是冲不动了，是吧？当有大水量，唰就动了。刚才您那个柔球，要过腰吗？你这么转的时候呢，它等于整体的全旋转过来了，你看。这从这儿来说是180度了，是吧？180度直的，往这边180度，这个要弥补那边，从这边转过来，你看这边又180度，对，对应的，你看。那等于是两边都动了，你看这么转过来，都拉过来了。对，那等于是我站在水中。对，你想着站住，但水不能超过胸，基本上就在胃下，肚脐的这个位置，你就扶着这水面，水面上有一个球，你可以任意想象。你可以想象一个大球，也可以想象一个手摁一个球，这俩手球它会动，有浪啊。这个就叫刚才咱们说带万念，就用这种意念代替你的杂念，你就不会想其他了，你只是在想你这个感受，这些感受呢就有益于我们身心的健康。这招学得太好了，太舒服了，太谢谢卢老师了，谢谢，又学到一招，观赏也请到了一些练太极时间比较长的朋友们。我想问问五号的观众啊，您练太极拳已经多长时间了？我是2012年吧，大概10月份的时候开始跟我师傅学习这个太极拳的。那您练的时间不长啊？不长不长。但是那个效果很好，因为很巧的是，在2012年11月，我有一个朋友，他太太怀孕，正好是7个月，那时候我开玩笑，他挺了一个肚子，我那时候肚子是27的腰，我是155斤。那会儿好胖哦。对对对，后来转过年来，孩子过这个百天的时候，大概就经历了有5个月吧，我的腰围呢已经从27变到2尺。哇！然后体重由155斤变到120斤了。就肚子上那些肉就都没了。对，没有了。我现在是120斤。我的天！我当时呢，还都留了一些照片，有时候那个在那个微信上发出来以后，大家都管它叫为励志帖。是吧？对对对，这又励志歌出现了哈。人家以前都是什么快走啊、跑步啊、节食啊，其实是很辛苦的。那你有经历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吗？没有，就是真的。我师父刚刚说，就是拳打卧牛之地嘛，你就在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只要你呢每天能够真正把刚才我师父说的这些静坐的功法，认认真真的做到位，尤其是意和你的心都跟着一起到位，相信大家只要练，都能很快的看到自己的改变和变化。无限极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胖子、瘦子，谁更容易胆固醇高？男性、女性，胆固醇对谁更偏心？胆固醇是不是越低越好？管好你的胆固醇，健康之路敬请关注。这里是由无限极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那咱们看看哈，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教给大家的最后一个动作，第四个太极养生动作又是什么？罗老师，这个单腿升降功。单腿升降功呢也是挺有特色的一个功法。因为我们都是上肢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人呢基本上都上肢的运动比较多，像低头的运动都不多了。我前三年时候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突然一低头脑出血了。脑出血我还上医院看着呢，我说你平常运动吗？他说平常不运动，也就走走路。我说身体挺好的，那会儿50来岁。这个低头的这种运动呢，它既能使你腿的血液循环增加，也使你脑部呢能够血管得到运动，所以这种运动呢，它是锻炼脑血管了，
锻炼腿部的这个经络，使你的腿部的血液回流能够增加。我觉得其实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量加大了之后，我都会觉得比起前几年来说容易腰酸腿疼，而且就是觉得累，就是乏，其实应该叫乏，其实是可能并没有干多大的活儿，但就是觉得没劲儿，是这种感觉。尤其是刚才提到，就是腰和背这会儿反应的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腿也是有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哈。那我们看看通过这个叫单腿升降哈，能不能够帮助大家来得到调整？来，我们请卢老师到台前来啊。那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好像这个腿都是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问题呢？什么关节疼啊，肌肉疼啊？对，小孩呢，由于阳气呢，它是一个大阳体包裹着，像一个阳气球。那小孩他老跑，他也不累。但一到岁数以后呢，他就想坐着了，五十岁的时候就想坐着了，等到六十岁是想躺着了，七十岁时候就不想起来了，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就是他愿意躺着了。对，由于阳气不足了，阳气弱了。他阳气就上了，往上供上边了，下边没了，少了，腿就发沉，这个人就不爱走路，你就得逼着他走，自己逼着自己走，别人逼着走，但是通过我们这些练功的方法，阳气呢就能升华，往下走一点哈，滋养一下腿，对，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肾，滋养我们内脏，滋养我们的这个筋骨，所谓滋养腿呢，其实就是肝筋。肝主筋吧，我的一个会员，他有一段时间跟我练，练的每天我说你早上起来练，早上起来就8、9点钟跟着一块练，那已经算对他来说算早的了。练了差不多有3个月吧，他说爬楼梯都特别顺的，不愿意坐电梯，就愿意爬楼梯。就是像有腿疼啊。关节不好，肌肉酸胀都会有效果，或者是腿凉，我们都可以通过叫单腿升降试着来调整一下，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双腿。好，我们跟卢老师一块学习一下怎么样来做啊。两脚还是一肩同宽，来，您好，对，全身放松，两腿微屈，目视前方，舌头抵住上膛，然后两手慢慢外翻，对，异想丹田。然后降气，把气降下来，做3遍，再外翻，慢慢提起来，想着捧着白白的气，从头顶百会穴灌下，自己做的时候也像我们一样，放一个轻音乐，对。不要太激烈的音乐，一定要放个轻音乐，在中国的古琴啊，这个柳琴啊都可以，对，然后这下来以后，我们两手抬起来，从心肺这个位置再下去，这叫单腿升降。先从左边开始，对，走胃经，两手要贴着皮肤。对，这样又抻筋了，你看又抻筋了，这慢慢再拉上来，叫阳降阴升。对，这样阳降阴升。先摸腿外侧。对，从腿外侧，腿外侧不是摸到脚踝，就是胃经吗？对，再摸到脚尖，再回来摸。对，腿内侧这一条。对，慢慢上来，这腿呢一直始终是。咱们坐的时候呢，就尽量直，这样等于你就一举两得了，又抻筋拔骨了，对，又呢能够这个调达你这个，使你腿部的血液循环增加。上来还要揉一下肚子吗？不用，就直接从腹部穿过就可以。啊、穿过。啊，我们现在没有感觉，当你做完了以后，你会感觉腿的这个轻松，腿的这个气和血呢，气血呢有回流的感觉。要把腿抬起来呢，不用，这不抬腿怎么也能够活动腿部的气血呢？对，它就会那个引上来。对，是手要很使劲儿吗？不用使劲儿，轻轻的摸着就可以。那气血怎么就上来了呢？对，这就是使你的血循环增加了，这就是古代人研究的这种的智慧啊，我们古代人的智慧
非常厉害啊。对，拉回来。要做几遍、啊？完了。一般是三六九，往拉开，两手交叉，一手丹田，一手丹田，眼睛微闭。对，这样自己在家里头呢，可以一手丹田五分钟左右，三分钟到五分钟，完了，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对，这个相反的动作，对，叫阴降阳升，从里边走。这回是先摸外，先摸内侧。对，这个上来的时候再摸外侧。对，就先再从内侧进去，这就单腿升降。配合呼吸是？上来暂时先不用配合呼吸，暂时先不用配合呼吸，就直接自然呼吸就可以。我们做三遍就可以啊。对，这样都给他。抚就抚慰嘛，这个也是抚慰，自我抚慰。你看，这样给他摸到，就是用意念引导那个。对，就用意念，用意，要用意不用力。意念应该是在哪里啊？在手上，在手上，手到气到意到，好，两手交叉，一手丹田，好，收工。你们会有的人会感觉这腿底下啊，刷刷刷刷刷的增加的血液循环了，啊，腿底下会有。轻微的感觉，王老师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热，哪里热？浑身都热。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特别明显，这一块热，他怎么感觉肚子热呢？他是全体的调打，这个调节了。但是呢，他主要是调节膀胱经和腿，因为我们在做的同时，用意识，他已经通过这关节，这时候人的意识非常重要，他气血就灌注到这腿的部位了。所以它能够使我们的阳气呢，通过这个动作能够生发出来。其实通过一连三天的学习哈，大家是跟卢老师呢学会了应该是12个非常简单的养生的太极动作，但是这些太极动作当中呢，富含的却是中国非常深厚的哲学的文化和我们中国功夫的一些非常内在的精髓的东西。我们非常感谢卢老师毫无保留地把这些心得要领和太极拳当中的特别精妙的东西传递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真正能够调整到我们的身体。